三叔大，给我下队长，你等着。你知道我在哪儿吗？你在我这个位置。OK， 我附和你。这里可以瞄到他那个从外面下到洞里的一个斜坡，那个斜坡一半的位置，这样就有子弹就OK了。OK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咣！我操，鬼，炸死十几个人！进来了，兄弟们，进来了，进来了一点！人不多了，炸掉坦克呀！杀手。